中流就是艺术，先喊口号。但今天复刻一款金酒，买了一桶五升的二锅头，今天用它做一款金酒 Plus， 原料是水、食用酒精跟杜松子酒。这就是杜松子，应该很少有人见过吧。按照五升酒40克的比例准备杜松子，2克的比例准备香菜子，4克的比例准备肉豆蔻，捣碎，把捣碎的香料加入二锅头酒中，加入50克新鲜小青柠，20克鲜橙皮，浸泡一天。将浸泡好的酒倒入高压锅，加点水稀释酒精度，连接冷凝器，开始蒸馏，一直接到没有酒精出来为止。接出了3.5升的浓缩杜松子酒，测量后显示酒精度为69度左右。往酒中加入纯净水降度，加水后又是得到了满满一大桶酒，酒精度为55度。强烈推荐，这是把10块钱的东西瞬间变成100块的感觉。准备一个杯子，放入冰块，倒入5毛钱的金酒，加入白开水，放2片柠檬，把这个小绿帽子往上一戴。您好，请付款98。